吃饭了，朋友们，是虎皮辣椒。青菜、辣羊肉，还有这个肥肠。虎皮辣椒好下饭，吃饭了，朋友们，今天我们吃这个东北豆皮小青菜，好辣。14.9块发一包，一大包5斤，这我从去年就开始吃了，又便宜又好吃。收到货抓一把，用冷水泡一下，水分挤干直接炒就可以了。
全是辣椒。拜拜，江西炒米粉。放腊肠、腊肉、海带、豆芽。这个就是那个干米粉泡一下，用开水泡一下，然后直接炒就可以了。